这个没话说，手没有他们快，我一直点着点着那个百里玄策，然后点不到，瞬间就给他秒了。听说李白被暗销，来看一下是不是真的。 这打起来打不动啊！百里玄策到现在就玩过两次，一次单挑，一次这个刚才打了一把，打得不咋地。要玩百里玄策还要多练习是吧？玩得好就溜，玩不好就只能废了。 走路就那么快，用甩的钩子，随时想勾人。哪个死机了？ 马可就掉线了，没法打呀，一开始就有人掉线。 这都能让他跑了，厉害！这么快，瞬间一个闪现，如果他没有闪现，绝对带走他了。估摸着这把又要挂了。 差点自己废了。嗯。<咳> 挺会玩的啊！你还跟我？还问我们怕不怕？谁怕谁？ 百里玄策，你有队友我没有，全是挂机，是不是没有抢到那个百里玄策一个都不玩？哇，这钩子钩子过去伤害好高啊！
这么容易呀、啊？这把这么容易呀、啊？看起来是我自己把怪怪的打死了。哎，我的二技能怎么没了？画个圈圈都没了。哇，操！这么快就赢了，我还想靠百里玄车去勾鱼嘞。现在百里玄车 MVP 啊，这么溜，我还没死哎，他没有 MVP 吗？